来了来了来了，在第二天应该说第二章剩下不到几天的时候呢，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两个女的处处针对他们的这个队长啊，一定是有问题的。好，看看说是不是又要来这个怎么讲剧情的反转了，还是说转折点哦？好，那我们就这个算剧透吧，哈、哦，没关系哦，反正那个影片会写说这个是剧透。好，我期待的刀要来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苍井哈、哦、就是带着这个白虎的那个女生哦。是比他们更早几届 29A 哦，他因为现在队长是31嘛，对不对？主角，那所以这是怎样大两届吗？应该是跨过了无数次的鬼门关啊、不过我们还是选一下这个搞笑的。他这游戏真的很像人中之龙哦，你如果说你乱选的话，后面的这个对话还真的蛮多的。そもそも29という司令官も前に私たちとああそんなかのお前は当然だろうが。哦，完全没有想到他那么资深哦。うちはそもそも皆さん。うちらわからですよ。ああ、おお、もっと何が。刀削麺を知っているか。然后连音乐都会变哦。そんなもんし。あれだろう。あの片手に。食に造形がお前とお前らクソ飲んだことまた好 OK お前ら葵は自信をそ私たち姉妹をなぜあんたらが言った通りさあ所以他们两个一直在酸他是为了要让他找回自信哦それこそいやそんなその通り見てきたスモモたちそりゃ他のに葵を除いては全滅してるおうオペレーショントレミーオペレーション听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命运十字门哦それってどんな最初部隊長に任命された時あみんなをまとめて引っ張っていこう誰もしても葵にはあの話はみんな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てそんな子それはどこまで对啊所以你如果是仔细看过那些剧情的话知道这些剧情都不能够跳掉不然你在最后面那个反转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之前的那个剧情哦しかもなんだよ葵はハイパーサイメシア过目不忘ドゥファイ超記憶症つまりだとしたなんだそんなことそうにゃそれを私 31B で一緒になった最初はただうちらが励ましやっこだけ動物ってのは不思議だから私たちは規律を乱して葵に反抗的な行動をしていればそんなようやくみんなにそこへてめえらが好，虽然说我是有点不理解这样的做法了，那然后呢，这个应该是写抱歉吧？那我写说这不是好事吗？それはいいこと、てめえらと絆が深まっても意味がない。私らじゃなきゃ、あいつが私らを信じてくれなきゃ。他们的那个做法就像霸凌，我觉得这样子会打好关系吗？不是很懂哦。そんなことも、まあ、ルカは十、それは飛びどちらにでも。あなたたちだってお前に特にリバてめえはな頼むにはこんなになだから邪魔して悪その葵を了解にゃ他们这样子一直吐槽他们的队长，然后感觉上就是一直在骂他，这样子算是帮他拾回自信吗？这样子的这个做法，我有点不是很懂哎。他是希望说这个队长能够打起精神，然后反驳他们吗？然后这个做出队长的这个威严吗？好，这里还不算反转啊。就是至少知道说这两个女生不是刻意在找麻烦，毕竟每一个都是主角嘛，所以说不大可能就是说设计两个人，然后就是刻意演那种很像霸凌人的这种反派啊。好，离第二章结束还剩下不到四天了，三天了。好，我想这个最后几天哈，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好，然后在17、18天的时候呢，我的竞技场终于可以挂到这个 LV3 了哦，所以说我可以开始挂网了哦。我有好多角色都欠那个竞技场的这个资源哦。哦，每过一天呢都要下载个几十枚啊，然后啊有的时候要下载个100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的容量哦非常的可观呢、啊。好、哦，剩3天了。好，那这一个剧情就先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直接接最后一天了。哦，这个每天都会考一考事情、啊，不过考队好像也没增加什么东西。啊，抱歉，这个我不知道，随便学、啊，随便学哦。答错了。ではまずよっしゃ何でもぬかでやってくれ全問正解はどんな熱き証拠大した相手はさんも惜しかったくそまあやゲームじゃ。哦，原来苍井会发呆啊，在这个地方哦，呆，然后呢，他要露出放空的表情，快点给我起床哦，在这个地方，哦，原来是因为说他是这个怎么讲呢，超忆症啊，哦，保护自己学到的方式就是逃到自己的幻想世界，然后呢发呆，哦，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嗯，怎么讲呢，就算是误会都已经解开来了，哦，所以说呢，这个梅呀跟这一个。欸、跟这个什么水濑里啊，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要跟他讲说，叫他认清现实，然后呢带领 31B 然后继续前进哦。好，那这个地方就是剧情的这个对话。好，就很像在玩那个什么一般的那个单机的那个剧情游戏哦。你可以看到之前过去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对话记录、哦、当然你如果说发现错过什么的话呢，你也可以从这个回溯过去呢，去到某一个时间点，然后再重新看一次哦。好，OK， 这是什么？这是剧情齁。好，那我们就再继续哦。好，要来聊聊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来看一下齁，为什么这个梅梅跟这个水濑里哦，是梅梅跟李李吗？他们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待他们的队长呢？啊，他们是杀手。小玉的那个尖叫真的是好棒。黑帮头目。常にガードマンがついているようなやつだ。そいつにこんな世界で生きてきた私年も近かったから、ターゲットの家族に何も着飾っていなく、やのにクライアントのミスでまんまとおびきだ。死ぬな。銃声が聞こ。まそ。娘がかばって。そこから先のこと何度も教えたろ。そうだ。つももが。そんな子。初めて葵に出会った時さ。生き返った。性格も似てた。しかもだからだよ。哦，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们想把它投射到这一个苍井身上了吗？好，今天是这个礼拜天哦，礼拜天终于是可以到这个特色街来哦，我这个都要好好的提升这个疯狂的属性哦，很多人的这个羁绊呢、啊、都要这个疯狂。好 ，OK， 那就来看电影吧。那如果要回溯时间的话，就要花一点生命去提升这个属性哦。看一下哦，我只剩科幻电影没看过了哈、哦。耶、yeah, ，提升疯狂了，然后就可以回去再解一大堆人的这一个羁绊哦。好，这是我现在的这个属性六大特质哦，这个样子。所以哎，我的纯真比较少哦，纯真还好哈、哦，纯真不用礼拜天的这个白天。哦，纯真的话，我记得晚上就可以去提升了。好，剩最后一天了。好，那我玩到现在呢，挂网又更进阶了。以前要去竞技场挂，现在有可以指定你要挂掉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方便的。这款游戏我真的还蛮期待挂网的。好，我现在挂了大概5个小时吧。那我们来看看哈，这5个小时有没有掉我想要的东西呢？就是那一个什么斩的那个粉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结束哦。好，这样子，哎呦，40000多，还不错哎哈。好，看一下哦，5个小时哦。升级了道具，啊，一个道具都没有，太难了吧！哦天哪、啊，打赢80次一个道具都没有哦。我刚刚打的就是这个强化培育，然后10支修炼场，
然后呢，我选择这个哈、哦、突信跟这个什么龙极矿哈、哦，因为我的战斗力还没那么高嘛。结果挂五个小时，竟然一个都没有哦，这个运气好差哦。好啦，那我就再继续解这个主线任务喽。好，第二章的第24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最后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好，这个影片绝对涉及剧透哦，那我们就看下去吧。好，他们要跟这个 31B 班的那个苍井那一班去做配合嘛。好，这个老虎哦。好，抱歉，跟他讲话他只会吼一下而已。来，我们跟队长讲话。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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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好，这是我们 31A 哦。哎，哦，没错，这里是停机坪哦。全員了解。これあなたたちの双剣に大規模作戦を経験する私たちはあなたたちに私からはそれではか。いちごさん、あれ渡さなくていいんですか？哦，要给他什么东西啊？护身符之类嘛，因为那个苍井有帮他们做那个什么。啊，これ植物。完了，不要立フレーグ。アイビーっていうツル作った。あ、忙しい私もだぞ。哎呀，傲娇。そうや。ヤコも嬉しい。よかった。アイビーには不滅っていう花言葉がある。永恒不灭。つけさせてもらう。あ、きっとなる。はい。あいつら、あ。好，那我准备开始了。でも前線、ちゃんといかつては海の天使、シーエンジェルと呼ばれ、それ。おいタンク！エンジェルなんて贅沢言わん。モンキーで。モンキー。さらに。やべ、確かユッキーはレビア。そっか。我们的主角很紧张哦。不思議な信頼やめろ。最。好，会是像走废墟那个样子吗？慢慢这样走地图，还是直接就跟 BOSS 直接打起来呢？我现在战斗力是7000哦。好，现在是 Phase One 哦。早上六点半，哇，好累哦，早上六点半哦。哦，60只哦！訓練では90体を想定した戦い。よっしゃ、やったり。総員、配置完。了解、いつでもいい。お互い体調と、はい、頑張り。作戦開始。好，啊，7000哦，哦，我也才刚好7000而已耶，已经抵达 LV10以上。哇，行不行啊？不是很确定哦。好，我们点一下哦。我该强化的应该都强化了。好，不管了齁，我是刚好7000啊。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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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啊，果然哦，所以这应该怎么办？这个作战是怎样啊？管他的 ，auto 直接开下去的啦，哈、哦。哦，这游戏比较好的是说，如果说他可以开这个 auto on 的话呢，这个包含战斗都是自动进行，然后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呢，也会帮你自动再继续跑，所以蛮方便的。
好，过关了，因为前面是在跑废墟嘛，所以说呢，这个前面打的敌人累积的这个 overdrive 的那个量啊，我会在最后面打 boss 的时候，打 boss 的时候破防的时候，然后把它用出去。我也不知道用的时机点对不对哈，不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总算是过关了。好，等一下还有 face two 哦，face two 该不会是继续再跑图吧？完了完了，不要立 flag 啊！好了，到了这个 Phase 2了，哇，还有 Phase 3哦，哦，也有这个哦，打跟兵哦，我都没有哎，好，不管哈，我只有这一队而已，没有啦。其实有很多 S 的角色没，这个也是可以练哦，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把这一队练上去啊，要用其他，如果说不是这些人的话，等级不能继承哦，如果是一样名字的人，等级可以继承。好，一样哦，auto 开下去，然后呢，我们再去做其他事情哦。对，好，就是这个样子。哎呦，深夜了，今天都没有什么事发生吗？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到处走走吗？去上面看看吧。哎呦，好安静哦！因为游戏事实上它都有，蛮好听的这个背景音乐。现在静下来真的是有点 有点怕哦。完成第二章24天了，所以 OK 了吗？再下载16枚，哎呦，还有第25天哦！天亮前天亮。25天吗？我以为第二章只有24天呢。不能过去是不是？哦，到附近巡视一圈吧。太安静了，野外露营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生物的数量突然锐减。怎么这么会突然碰到敌人？死了，打了大概4场战斗吧。哎呦喂呀！啊，白虎吗？
レッドクリムソン。新的新 IP 啊。要撤退是不是？天亮。我们要氪金救世界。哦呦喂，这边还有动画啊。哇，看来这是打积分战，氪金 BOSS 出来了。司令部要把这两队当作是怎样牺牲打吗？好，要靠这个31B队长苍井的这个防护罩了。出绝招啦！皆さん、最近飛んで葵なら、しかしあんなのが連。いいえ、私がデフレクタが続く限り防ぐので、葵はお互いの得意分野を。嫌な予感。はい、ここに来て何か嫌な予感。ずっといい予感しからしくないです。今は敵を撃破してみんな生き延びる。葵が先行します。完了，音乐都放那么感伤的音乐来了。今です。お願い。ああ。行动开始。好，行动开始，开 auto。欸，屁啦屁啦，都是一点打个屁呀！这死了，这是金属史莱姆。完了，剧情杀了，剧情杀了，完蛋了啦，完蛋了啦！什么啦？斩突。完了完了，他快恢复啊！哎呦呦，他的抗性消失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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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实力是不是不够啊？啊，我打不赢了，我打不赢了。完了完了，我觉得，哇，我觉得我要输了，我要看攻略了。所以就是不能开自动的意思啊，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样子？哦，我先打他也没有用啊，我就存我的 SP 啦。不可能啊，我打不赢啊，我打不痛他。我是不是没有存 DP 呀？哎呦，这可以重来吗？把游戏刷掉重来吗？啊，完蛋了。Game over, game over， 好丢脸哦！哦天哪、啊，好 game over 了，怎么打？好、哦、第一次碰到 game over 的这个状况啊！我还有十英之力，吼、哦，十英之力这个地方啊，再抽一下，来抽一个女神出来救救我啊！打不赢了要氪金了，要氪金了，哦，氪金救世界！完了完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哦，氪金救世界，氪金救世界哈、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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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我有了，哦，又有了，这是谁啊？哦，这个是 31B 的诶。有帮助吗？有帮助吗？有帮助吗？哦，这一个。
以零能力展开封印强力攻击，位于后位的时候一定几率进行 overdrive 特性。好，我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哦，然后呢，我把这个一些角色的羁绊任务也解了，然后强化也都强化了。那这个羁绊任务3的话，要到这个第三章哦。那我现在呢，我要去强化这一个这个 breaker 的技能哦，它需要的是这个诺瓦原水突性哦，这一个哦。那但是人近战 LV6 我还打不到，但是没关系哦。我们就去活动换吧哈、哦，虽然说可能有点浪费，但是没办法嘛，主线需要哦。好，我就在这个地方哦，然后交换所。交换一下哦，诺瓦什么水的突性这一个哈、哦，30个奖牌，哎，也只能换一个而已哦。哦天哪、啊，好这样子哦，因为我现在我的这个队伍呢，我只有一个 breaker 哦，所以说他的那个 DP 的话，哎，需要靠他来打破我这个合拳游戏哦。好，我们来强化一下哦。好，这样子哈、哦，毁灭加农炮、哦、，OK， 然后确认一下技能。好，就这个样子哈、哦、，LV 3了哈、哦。好，那我们就再去挑战一下这个 boss 哦。好，然后呢，我们就回到过去。好，选第二章，好、哦，中途开始。哎，第二章，等一下，最后一天吧。啊，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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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这一天，深夜，哎，没有25章哦。啊，不是啦，那是这个地方啦。这边好、哦、主线，好，不要用自动哦。如果说 boss 他有抗性的时候呢，那我就不要使用那一个技能哈、哦，可能上 buff 啊之类的。好，看看这样子行不行哦。好，天亮了，天亮了。好，这边可以快转哦 ，skip。好，准备要打 boss 了，打 boss 了。哎，真不能 skip。好，来了哦！我刚刚把很多角色的这个基本能力都提升了，解羁绊任务啊，消耗生命力啊，哦，然后呢，这个就是该升的都升了，然后饰品啊、装备啊，稍微都已经哦换了一点点哦。为了我们的这个31B 的队长，苍井惠梨花。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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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好，然后现在就没有什么事了，那我们就全部都是普通攻击了。它可以叠加心眼，哦，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这边可以提升全体的暴击率，全体哦。不包含前后排吧，应该是全体吧，好，对不对？那我们就这是叠加心眼，好，心眼是打下去之后呢，才会被计算。好。那就现在就要用了吗？啊，差不多了啦，用了啦，哦，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先换位置哈、哦，然后再来的话呢 ，breaker 哈、哦、，breaker 单体哈、哦，然后这边突袭破坏力火焰子弹，先这个样子。来提升暴击率了，瞄准标的这一个哈、哦，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继续使用这一招。这个是打 DP 的哈，有没有打 DDP 的？这破坏率大了哈。九连斩，幸运斩。这个要用吗？啊，算我先这个样子好了。好，这样子。好，有 critical 哎、欸！哇，真的 critical 打出伤害来了！哇，7000！啊，我们换一些血多的哈，然后回复一下。哦，难怪说一定要星罗啦，这个 critical 好强哦。不回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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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血。嗯，好，回一下好了哈。队长撑住，这队长撑住，我已经知道怎么打了。糟糕，他还没提升啊，他的 SP 不够哦。但是我看一下哦，嗯，这个差不多可以 break 了哦。然后这个还大招还没满，这个要累积到15哦。等一下，这个也是突袭哈、哦。等一下，这也还没到大招，这也还没到大招。你好、哦，你可以用大招了。然后呢，你的话。其他人还没满呢。好，我们就用破坏率的，好了，突袭这一个，好这个样子。Breaker。5400。好。星辰的航路，好这个样子。然后你的话，这样子，你终于集到15了哈，应该够强了吧？这样如何呢？杀手弹，来哟、哦！哇哇，舒服啊，舒服啊哈！哦，原来是要这样子打哦。暴击针，这是怎样？完了！你不是还有生命吗？不要啊，不要啊！
结束了。遠方にいた私でも察せられた。だからこそ工作部隊を無理やり戻し、共同歩設営を再開させることを決め、それを成し得ることに成功した。結果として司令部の命令に背いた。原発も覚悟の上だ。お前たちは激戦をくぐり抜けてきたのだから、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れ。私たち 30C はこのまま共同歩防衛を続ける。ルカ、言う通りにしよう。ルッキー、お疲れ様。現時刻をもって作戦終了とします。キャンサーの掃討および共闘歩構築に成功。目的は達成されたわ。みんなゆっくり休んで。ふざけんな。こんな結末で作戦成功なんて言えるかよ。命令よ、あとは私たちに任せなさい。畜生。
しい世界に生きていたっけ。うっすらとしか見えない、何かがあった気がする。何かがあって今こう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けど、何があったかよく思い出せないです。私は何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んでしょう。それはちゃんとできたのでしょうか。誰か教えてください。成し遂げたのでしょうか。私は分かりません。もう私が誰だったかそれすらも分かりません。いろんな景色を見てきたはずなのに、それらも遠くなっていきます。この眩しい世界でそれすら失ったら、もう何もなくなります。誰か教えてください。私は役に立てたのでしょうか。不安でたまりません。あれ、ナービーじゃん。こんなところで一人な。まあいいや。ああ、それとこ息抜きにはカフェ。好，第二章应该就这样结束了。あたしそいつは三一でも、あたしらいや、ただ自分に名前は葵エリカ。葵、この声も話し方もとても大好きだ。思い出せます。すみません、情けないで。这是怎样？已经变灵活了吗？一緒に過ご、一緒に戦う。でも、私、それをつける前にいなくなるなんて、ごめん。なんでそんな。他变成ナビ了。おい、ルカ。おっと、泳ぎ。どこにくづいている？あ？这什么意思？啊，还是说所有死去的人都会变成那一坨史莱姆啊？先日のオペレーションは皆さんの奮闘、死者は1名。第 31B 部隊、葵は新種のキャンサーに立ち向かい、仲間たちが撤退する時間を作り出し、真的走了。あまりにも大きい損失だけど、私たちはこれからも葵さんの怒りでも悲しみでも、ふざけんなよ。もう一人ぼっちになりたのに、私何のための時間だったんだい。どうしてこの人、わかりますけど、そこに乗っているものだけ。うわ、ナービーが飛んできた。あ、帰っ、皆さん、でも、そのもた、慌てずとも、食べられてなく、はい。所以他们生活周围的那些蜡笔都是曾经牺牲的前辈们吗？解散。とりあえずこの蜡笔、仲間のとあ、ほら、ずっとおかしなの。もう私がやるべき。もういいんだよ。いや、あ、ご苦労さ、頭おかしくなっそうさ。そうね、ご苦労さ。なんだか目、そう？気のせいかな。ほら、あれ？
ナービーに言葉が通じん。まあ未知謎に満ちそうね。ちょっとだけ。あ、バイバイ。好，第二章结束了。好了，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了。异时辰哦，又开了新的机制。过去故事登场的人会强化，然后挑战次数有限。中途。异时辰可以用两支队伍、哦、战斗中只能从画面上左上方切换队伍，可以获得通话所需要的素材。哦，真的是蛮多可以玩的齁、哦、好，然后呢再来就第三章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先看一下、哦、不是过关可以领东西吗？啊，没有没有，好像过24章就已经领了，看一下哦。啊，还不能抽、哦。好啦，那这个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啦，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